现在呢进入冬季了，这日出时间晚了，日落的时间早了，这样太阳能的火力得到光照时间相对点就短了，加上最近这一个月都是阴暗时分，要是自己得不到足够的阳光，那么后果就很危险。现在是早上时间，看现在的阳光明媚，只能照到加热管一半的东西，日照时间的长短，加上现在进入冬季，周围环境气温的降低，热水器里边水温和环境温度温差加大，这样室温就会加快，水箱里边的温度达不到静止要求，就会启动电加热，而电加热就需要用大功率的加热。